想多活一会儿啊。我去，还遇那个一谋犯，这不是那个韩国人，给归了呀！一来就遇到强敌，你这个是欺负我呢？你这个。哎，完了！我今天破相了，我今天。把这个灯开亮点。今儿破相破大了，今儿被蚊子给亲嘴了，然后亲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哎，现在韩国人怎么还在打魔术啊？哎，他怎么退了？哎，我刚做好准备。我还说，我随了 UD 这一把还可以的，为何他就退了？他这不是在逗我？我这是吧，准备工作做好了，都准备好好打一下，这不在逗我？不会再寂寞呀，江东子弟，听着这个名字咋那么拉轰呢？啊，对方是 UD 的话，我这边打起来轻松不少了。打 UD，我有各种花样姿势，还要打 UD 嘛？我要给大家演示一个什么叫最恶心的打法。因为我的一个暗夜跟常规暗夜有点不同，这个不用说，大家也知道的。打常规的话就不是我了，打常规那肯定是别人了。不会再寂寞。哎呀，肚子有点饿是吧？来一发肉松饼。又打广告了。哎，我真的最近在减肥，然后老婆不给我吃东西。他说："我再长下去，就可以去打橄榄球了。只可惜中国没有橄榄球啊，是吧？要有的话，还真没准儿，我还挺厉害的。"啊，你们知道我这把怎么打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等我想好了再打。不过我一般用暗夜的话，我是习惯用那个女猎手开局的，打 UD。女猎手开局打 UD 特别稳，特别稳健。就对方什么双柄狗啊，或者一些偷鸡的打法呀，我打起来都非常轻松。哎呀，这人家看到我了呀！我跟你讲啊，你再这么打我，小心我等会儿窝囊出来，皮鞭各种伺候你。你好惨啊你！Why are you so 惨？鼠标坏了啊！其实，沃登这个英雄嘛，在我还没打魔兽，还刚开始打魔兽的时候，打战役嘛，当时不是？冰封王座第一个战役就是暗夜嘛，我就觉得妈呀，这沃登简直是宇宙当中最帅的，帅的掉渣的那种。嗨，来，堵你一下，啪！哎呀，别跑，小贼别跑，我来嘞！哎呦，我去，你要杀农民啊，廖磊？还好，你升光环了，我就不虚了，升光环了，这个游戏就可以和和平平的玩了。来砍我，漂亮！成功炸走两个。其实一般的话，我教大家防这个什么骷髅骚扰啊。
就属于你拿命跟他换血就行了。你看，我就这样换，啪啪啪，左刀锋右刀锋的一阵乱砍，然后他要被我砍死了。好，我这一把不封口了。咱们是打得比较奔放的一个暗夜。好，这个骷髅来了。哎，完了，亏了！哎，我这个精灵死了呀，好不开心呢。哎呀，还是死了一个精灵，忧伤啊这个。太不开心了。哎，看一下对面在哪儿？一般来说，对面就是爱恋商店这种点。履猎手跟那个 AC 的用法有点不一样，履猎手是属于抓的 ，AC 是属于偷着练的。而像我们这种打得比较凶的话，就是各种抓。练到二了好像，貌似是练到二了。哎。干得漂亮，我去，看我神补刀。哎，这同学还玩了六啊，玩的是科技蜘蛛。他现在是看不到我，我看得了他。咱们是有视野上的一个优势的，好尴尬呀，我去。其实这种什么三本树熊的打法，配合女猎手简直是绝配，反女猎手也是不练级的。据老夫分析，对方应该是在练这个点。我过去看一下，保个险。保个险，起个剑，万一他玩什么大招，我就不好打了呀！哎，果然是爱练。这同学的那个意识还挺好的，就每次练完级都会甩骷髅去侦查我。但一般我这种非主流的打法的话，就没什么经验的同学来说的话就难打得很，但对于有经验的同学来说我就死得有点惨。好，他那边是先发的力气，我强行练一波。我觉得我有点头，我这一波练的话，他等会来塔我或者来压我，我就黑了。有点头，就看能不能偷到了。我偷鸡，我能把这个点偷到，我就二级半；偷不到，我就黑了。我操，重生有毛用？偷到了，偷鸡成功。刚才那个小技巧就属于他不打我女猎哦，不打我树了嘛，我就树 A 了一下精灵，这是属于一个很小的一个技巧。
哎呦啊，这个太脆了，这个东西。这么脆的东西中我玩吗？三盟好了，打了个骷髅书，骷髅书倒无所谓。反正就把他看着就行了，我也不干嘛。哟，你是来了吗？好，三本一波了。哎，搞我来了，赶紧走啊！不过你练到四级了，我还不虚你。这一波可以一战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按现在来说的话，他应该是在扫点儿，还是各种扫点儿。那我这边的话，可以练五。那我练小点算了，我不用那么贪。现在这个节奏还在我手上呢。又他练我疯狂了，别跑！练了我的点儿还想走？我去，你还会？哎呦妈呀！我发现这个同学会啥？他会用那个的呀，哎呦，我不好打了，这一把还有点难。我得想点办法去把这个英雄练到五啊。这练不到，我还是有劣势的。有了，想到一个点儿，这个点儿是挺好的。右上角还有一个点儿给我练的。到五了，啊，到五了，我就不虚你了，是吧？咱们好歹也是五级英雄呢。哦，我忘记那个啥了，它是有粉儿的，哦，它是有那个的，钻地的。我这不得买点粉儿来的。哎呦妈呀！
完了完了，这 UD 操作有点好。哎，拉的我好湿啊，这个。那拉的我湿湿的呀。问题太大了，这个。好，憋点小路起来的。哎，还是该升闪烁的，这不升闪烁有点难打。让我找个葫芦娃呀，是吧？好，有葫芦娃了。有葫芦娃就干嘛猛玩呢？哎呀！没喂到，我去，尴尬。呀，反正葫芦娃有点干不过了呀。这葫芦娃有点弱，哎呀呀呀呀，这是要黑大发了呀。哎呦喂，玩得太溜了，太溜了！好，这一把我打不过了。哎，这把开矿开晚了点，开早点就还好，这还挺好打的。先看到可以自流，我人民就可以开始转了。右边那个矿好早就可以开了。但是又是玩脱了这个。哎，这个我发现打 EVA 玩非主流是死的好惨啊，我怎么不玩非主流了，现在玩常规了。